谢谢谢谢谢谢。哦，谢谢谢谢啊，谢谢，我听见了啊，好多女孩那儿喊啊，哦，谢谢谢谢，还好多男的喊于老师我爱你啊，好吧，谢谢吧啊，喜欢于老师的就是大老爷们儿啊，嗯，多粗犷，就说是啊，谢谢吧，你们大伙儿受累了这是啊，嗯，我以为这会儿来不了这么些人了。嗯，我知道今天有这个橄榄球的比赛，对，啊，说是10万人跟那儿瞧这个，今儿决赛是吧？嗯、啊，说散了之后满大街都是人，嗯，我说那且得会儿才能到这儿了，堵着呢。没想到大伙儿来的齐刷刷的啊，嗯，嗯，听我们说相声，打心里这么痛快。嗯，刚才那俩演员是我徒弟，嗯，赵云霞和李云杰是啊，赵云霞这边这个，嗯。这比划这什么意思？这是我们这儿的一个巨人啊，这还巨人呢，锯了腿的人啊，嗨、哎，就剩半截了啊。里边这胖子也是我徒弟、啊，是啊，叫李云杰，对，听嗓子很好，嗯，小的时候学过京剧青衣，哦，学旦角，当初挺瘦的，挺精神的小伙子，哦，后来生完孩子就这样了，嗨、哎。您的徒弟都不分这男女是吗？大夫说内分泌失调。那两个孩子休息一会儿，嗯，换上我们两个人来说一段，大家都熟悉。嗯，我叫郭德纲，是这个演员是吕边。哎，你先等会儿。那么，人呐，听我说。谁听你说呀？你先等会儿嘛。这不把我这名字怎么说的这么不慎呢？您这。你觉得有意思吗？废话，没说清楚。对不起啊，嗯，介绍一下，来自德云社的著名相声演员吕边、哎。含糊什么呀你？不是说的太清楚了，不合适。没，您这说对了，不就完了吗？姓于，这完了。哎，干沟驴，哎，驴，干沟驴，哎，对，吕边，哎，他又来了。他对得了对不了，叫什么不吃饭的？那不成。嗯，于谦老师，您客气。其实大家非常熟悉。嗯，啊，我师哥，有三大爱好。哦，嗨、哎，我要批评你们。嗯，你们说的不整齐啊！我们再来好吗？嗯，于老师三大爱好。怎么那么普及呀、啊？这个，说明大伙儿了解你，大伙儿喜欢我。哎，好抽口烟、嗯、是烫头呢，是因为他觉得头发稀，哎，才烫，把头发烫起来呢，显得好看一点。是酒，我倒觉得你应该少喝一点，喝多了不好。老话说得好，酒要少吃，是要多知。对，但是说让你彻底改了，这也做不到，这是一个习惯。你是老话说吗？这个。狗改不了喝酒是吧、啊？什么乱七八糟！狗改什么喝酒啊？我不会说，没上过学，没这么句话。少喝酒，哎，啊，要不然你真死了，家里趁那么些个钱，可惜了。我趁那么些个钱了？我是最了解他的了啊！中国说相声千千万万，最有钱的人就是于谦老师，可不敢当。家里有一间房子，专门是放钱的，我专装钱，钱库，嚯！打开之后，嗯。从地上到这儿码的都是钱，哎呦，一沓一沓的新票，哎，每一张上面都印着玉皇大帝，全是冥币呀、啊，太有钱了。那管什么呀？没钱能买了这么多的冥币吗？没用啊，那东西。我都替他愁得很。干嘛？这什么时候能烧完啊？嗯，也就烧着用。他不光是说相声挣钱，嗯，拍电视剧，啊，倒是拍过挣钱，拍电影、嗯、有舞台剧，嗯。做广告都干过，北京很多的厂家，嗯，请于老师做形象大便啊。这你先等会儿，你先。但人家那个里，不要再往下说了。怎么了？什么叫形象大便？应该是形象大使。你给解释解释区别何在？废话，就得这么说这个。可塑性强，没听说过，改模仿秀了我这。谁要是有时间，
回北京的话，嗯，北京大兴有个地名叫李贤，是有一个60亩地的于老师家的私企。哎，别提私企，有一个宠物乐园，养宠物的，养了很多可爱的小动物玩意儿。嗯，最重要的就是那个小矮马，是养马了，打美国买的，好多人都知道，微博上也有，嗯，网络上电视节目都有介绍，嗯，是这么大左右吧，嗯，像狗这么大，那马特别可爱，小矮马，对，买来的时候17匹，对，现在34匹，繁殖，每一匹都倾注了于老师的骨血，嗯，谁说？你知道这玩意儿多累呀、啊？你行什么累、啊？全心关啊！倾注骨血像话吗？应该是倾注心血，有什么区别吗？怎么到您这都没区别呀、啊？这显得亲切啊，没有这么亲切的，特别的好玩。嗯，还养了梅花鹿，有小山羊，哎，安哥拉种兔，有有有，孔雀，对，鸽子，还养了很多的鸡。这干嘛到这儿这么咬言杂字的呀？因为品种多，哦。两头翘那叫嗯元宝鸡，嗯，那广东产，长得很漂亮，那叫什么珍珠鸡、嗯、那是国外产，哎，对对，最多的就是嗯野鸡。你瞧，得了，欢迎您到我那玩去吧。嗯，这就是朋友，哎，不谈钱，那当然，嗯，因为您也不在乎这个啊，您垄断了北京周边的野鸡市场。好家伙，我改鸡头了，我给他写的牌匾，写的是渔家大鸡窝。什么？太难听了，这个养了好多观赏的鸡，对，还种了很多的青菜，有种了很多的花，是开了3亩地，嗯，种菊花啊，你看我种这玩意儿，嗯，马上这就中秋了啊，这手拿着螃蟹，这手拿着酒，呵，一看菊花，哎，无穷的富贵，我就这点爱好，那错不了。那个有时间大家到北京找我，哦，我带你们去参观于老师的菊花。哎，呵，我这就不对外了，行吗？那个看够了算，不限制。哎，行了，很漂亮，别参观了。有10亩地，大约是种的青菜。啊，这是自己吃的黄瓜呀、嗯、西红柿、茄子、扁豆，嗯，反正是家里边常吃的青菜呗。啊，对，您也知道外边买的青菜农药超标，哦，吃完对身体不好。嗯，于老师家这十亩菜地啊，接那个青菜都吃不了。嗯，这不少，太多了。嗯，看着真羡慕。是吗？咱们家里吃面条，嗯，你得出去买黄瓜。对，人家家没有，我们呢，哎，直接到菜地去摘。哦，就这么摘，就这10亩地吃，翻过来掉过去的，吃不了，吃不清楚，这结的多呀，而且保证吃完之后对身体没有任何的危害。我们那儿不用化肥，没买过外边沾化肥的东西，没有，是全是一家三口自己的肥料啊。这我们家得多能拉呀，这个仨人拉10亩地的，你吃别人的味儿不对。我们就找什么味儿呢？这是。三口人只要吃完饭就上菜地那蹲着去，这是我们的工作，那错不了啊。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哎，我们就靠敬业、啊。但是有自己结的果实，这黄瓜、嗯、看着就不一样了。那当然不一样了。这儿一说吃面，捞完了面，人家才过去揪黄瓜呢。鲜啊，面都盛出来了。嗯，奔菜园子了、嗯。哎，你往那边蹲啊，这还蹲着一个呢。这随时有施肥的是吗？揪一根黄瓜啊，哟，哎，就这么吃啊？你看，特别好吃，是吗？啊，咱买的黄瓜都是绿色的，嗯，人家的黄瓜真是黄，太恶心了！您这洗洗也是绿色的，嗯，不要讲这么肮脏的，这废话。哪有黄色？哎呀，天天自己院里边烤串啊，弄点凉菜，是蹲一箱啤酒，呵，多开心，就喝呗，多开心，一会儿自己能喝半箱啊，喝完了都不用去洗手间，我直接奔菜地一站啊，你往那边蹲，呀，还一这三班倒老有人，你那边俩人呢，还是站在这儿，嚯，这就完了。完事他也害臊啊，哼，嗯，
尿喝多了，酒特别多。什么乱七八糟的，说反了知道吗？酒喝多了，尿就是多。是说您有钱，这管什么呢？真的，这是台上，你瞧，穿一大褂说相声、嗯，到后台换上自己的衣服，你知道多潮啊？什么叫潮啊？戴那个金表，嗯，这么大个，嗯，这是金表，这是水表啊？这个这么大个，40来斤呢、啊？嚯、哦！戴上之后，彰显出贵族气魄，是吗？大手表一戴，嗯，哎，行了，行了。有钱再买一块搁这边坠着多好，溜肩膀、哎、大金表，大金链子，哦，还有链子，70多斤大金链子，那么沉的大链子，纯黄金实心大金链子，好家伙，70来斤，哦，白天戴着，晚上摘下来锁狗，哦，我跟我们家狗用一条链子，嗯，他弟弟更了不起啊，他弟那150斤，这个大金链150斤，哦，前两天洗澡淹死了啊。对，愣给坠下去了，那还不淹死，实在弄不上来了，太沉了，这说相声都用扇子啊，10块钱20块钱也就撑死了，这样于老师家里哪怕一把扇子都得是文物啊、哦、都是古董，有戴帽的啊、哦、香妃竹的，罗汉竹的，难得的，哎，有沉香木的，是有象牙的，嗯，我见过一把他那象牙扇子，好吗？大边小边都是象牙，什么叫大边小边？这两边这位大边，嗯，当间这是小边，哦，光这鼓就得值个20来万，那古董了，而且还有字儿，哦，工艺，一面刻着字儿，一面刻着画。嘿，清末民初，江南地区有一个有名的牙雕大师叫余硕，有这么一位，他的作品，嗯，这鼓加上他这工，嗯，就得值40万，得打开之后扇面呢，啊，还有字儿，张大千写的，你看，张大千画画多，嗯，写扇面很少，是。张大千一行大字写的是师太，你就从了老衲吧。什么玩意儿？这是这哪儿张大千写的？这流氓和尚写的吗？这不是得模仿张大千啊？本名叫张大干。对，嗨，行吧，怎么那么难听啊？这个扇子，你说谁舍得拿出去？是谁敢拿出去？这个于老师就敢拿出去。我上街打这扇子。嗯，当然了，你说让他像咱们似的。这么扇他也舍不得，那是，咱小心一点啊！打开了，扇子别动。哦，哎，我要不扇扇子，不至于这么热。嗯，这扇子是买的吗？不是吗？这能是买的吗？那怎么来的？这都是祖上传下来的。哦，祖产。那往清朝说，人家家里边王公大臣，嚯、哦，皇亲国戚，至于？哎，没法倒这根，就说这意思啊。现如今你站在那儿，哟，于谦说相声呢。嗯。到清朝的时候还了得，不行啊！走到街上看于谦，光叽就得跪那，跪着磕头。人家八抬大轿打这过，等人于谦的轿子过去，咱们才能起来呢。就这么厉害？你说偷眼一瞧于谦，算完了，不行吗？人家当时过来，噗噗两刀。哎呦，你那自行车车带就完了。哎，嗯、流氓啊，是怎么着？我扎人自行车带去。我就这么想，反正这么有势力。这没有这么想的。当然了，这会儿他曾祖那会儿，咱谁赶上不知道？我没看，但他祖父我见过。是吗？老头了不起，是我挺欣赏的，就是他祖父这个人。怎么呢？哎呀，人也好啊，能力也强，方方面面都是值得大书而特书。这是人本身就有能力。他祖父就是唯一可惜，就是去世的早太了。对，死得太早了。嗯嗯，被日本鬼子杀害了。对，嗯，那年才5岁。你先等会儿吧，你5岁就被日本鬼子杀害了。就那就后边没我们这堆人了，就邻居帮忙呗啊？什么帮忙啊？这事儿有帮忙的吗？你我就记错了，记错了，还是的。你想他不能5岁让人杀了，对、啊、他一身能耐呢啊，他有能耐，18般兵刃样样精通，他会武术。哎呦，他祖父了不得呀 啊！北京城所有练武术的都服他爷。是啊，他给起了个外号，他叫冷面杀手，听着就狠，简称。冷面杀手，怎么全称呢？朝鲜冷面杀手。嗨，这不是吃货吗？这不是要碰见辣白菜那就没完了。哎呀，什么口这是？杀富济贫呐、啊！真是，无论哪一听说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带着钱打着过、哦，拿把单刀就去了，要劫。哎，劫你的钱给穷人分。哦，这就杀富济贫、哎，一两单刀。嗯，举起手来。举手干嘛？哎，你活命，我
劫财。哦，不要人命。哎，举起手来，要钱，拿钱回来给穷人分，多好，又去了。嗯，举起手来，还是要钱。哎，劫财嘛。嗯，举起手来，哎，留你们命。哎，嗯。举起腿来，哎，你等会儿，举劫财举腿干嘛？这回是劫色，哎，去，您就胡说八道，就说这个意思吧啊，挺好，挺好，你祖父日子过得不错，到你父亲这儿就够瞧的了。他怎么了？他的父亲，大伙儿一早晨都知道，嗯，北京城都知道，嗯，啊，老爷子叫于谦，那么说在北京城来说啊，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父亲也叫于谦。你祖父也叫于谦，我们这三辈人都叫一个名字，不是一个字儿，啊啊！你祖父是千万的千，嗯，你父亲那个谦呢，是一个提手那个谦，那不是叫出来也一样，就是喜欢这个字儿，喜欢这字儿，三辈叫一个名字。我们家人太不会起名字了吧？这个大户人家可能都这样，嗯，全叫一个名，就说你父亲吧，啊，你说你父亲，你听得明白啊？啊，他父亲那会儿反正日子不好过。难呐！你想啊，本来是公子哥，但是坐吃山空啊。哦，反正他年轻的时候，据说家里边挺落魄，没钱。哎呦，全家六口人睡觉的时候就盖一个创可贴。这么点盖哪儿啊？这个谁身体不好，给谁贴在肚脐眼上？这好嘛，治拉肚子了。这个他爸爸说了，一定要好好的干活做生意。哦。挣钱养家糊口，是这些年受罪受多了，是吗？木材也做过，哎，盘条生意也干过，做买卖，煤炭生意也干过。嗯，听人说卖煤挣钱。哦，他爸爸真不容易，是跑到河南有个地名叫平顶山，那地方就出煤，从平顶山倒腾煤，嗯，运到山西大同。这要不赔死的呢？这个纳闷啊，嗯，怎么比我这个还贱呢？这废话。后来一问知道，哎呀，嗯，大同也出煤呀，多新鲜呢！得了，从大同弄煤，哎，运回平顶山，他就认识这么俩产地呀，干了七八年啊，这还干那么长时间，差点把命搭里边啊，哎，赔死都不多。一直到后来结了婚了，嗯，哎，娶了你母亲，哦，一直到后来又有了于谦，是家里的情况才是越来越好，慢慢缓起来了啊，嗯，生你。生你这，你今年是？我这43岁，多少斤啊？多少斤啊？嗯，没问岁数。不能这么问是吧？啊，您今年贵庚？哎，43岁。43年前啊，您的父母把您生下来，是为中国相声界贡献了这么一个了不起的人才。哎，您这话太过了，这是实话啊。据传说，生您的那一年天气不好，是吗？啊，43年前哦，生你那年怎么了？那一年苍也空，井也空。生我那年都苍井空了都，那就好记这日子。你拿他记日子，那一天你父母在家中闷闷不乐，是吗？尤其是你母亲。哦，哎，那天生你那天，嗯，老太太情绪不好，怎么难受？不知道怀孕了啊？傻丫头啊，这要生了还不知道怀孕了？不是，不知道那天生，你说清楚了。你母亲坐那儿坐着，嗯，哎，哪儿有胡子呀？我妈坐那捋胡子，这表情嘛，表情，这不是捋胡子的表情吗？对，老太太没有胡子。对呀，捋这护心毛。哎，哎呦呵，行行行，哇呀呀呀，行了，还不如捋胡子呢。这个啊，着急，难受。你父亲看着生气啊，哎呀，疼得很啊。那是，怎么了？哎呦，这老两口子换换好不好啊？这个。为了区分俩人嘛，啊，这也太秀气了。你妈这难受啊？啊，哎呀，难受啊！我妈这是要吃人呢，是怎么？哇呀呀呀呀呀呀！要唱花脸，不想吃饭，难受。哦，啊，你父亲还劝，嗯，夫人，嗯，吃点什么呀？哎，吃点。你妈这，嗯，唐僧到哪儿了？好家伙，老妖精吗？这不是。有唐僧肉也吃不下去，这没有，那着急呀。嗯，你爸爸说没事，不要紧的啊。嗯啊，生完就好了。是，劝呗。对，晚上睡觉，嗯，半夜12点，怎么了？你母亲坐起来了。哦，还这么粗声呢？嗯，我这肚子疼啊。哦，拧得慌，难受，一个劲儿的往下坠。哎呦，你父亲说要
哟，什么模样这是？可能是要生哦，要不我先来啊？谁先来？我加油吧，快使劲！你就只能替加油。肚子疼，使劲，使劲。啊，你母亲就使劲。哎，哦，哎，哎，对，哎，行了，一较劲，哭嚓，哎，拉了是怎么着？这，说是赶紧抬菜地去吧，这叫。说是不像话，不尊重。废话，不尊重了。生孩子有哭嚓哭嚓的吗？这。噗呲！哎呀，哎，越来越稀了啊！您这个，到后来没什么了。这还滋，没有声儿，咕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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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儿那么些相声词？呜，咕嚓咕嚓，火车出来了是怎么？叮叮叮当的咚咚当当，葫芦娃吗？这不是，哪儿有这么多乱的？这行了啊，抓抓抓抓抓抓抓，哎呀，好嘛，轰出一群鸭子来。我不懂这怎么生啊，反正就哐啷啷生一小子，哎呀，那么难受，生一大胖小子，好家伙，两口高兴啊，啊，哟，太好了。不光屋里高兴啊，屋外边有一个人也给惊呆了。干嘛屋外头惊呆什么？半夜十二点，由打你们家院门以外啊，路过一个出家人。哟，一老道道爷打着过。嗯，这是、啊、夜半子时，此处产生贵子。嚯，我可得瞧瞧，得看看。老道迈步进了院哦，画一十字口念弥陀佛。什么乱七八糟的？这行了，这老道信的有点杂了。这个他到底是哪教？一时一激动啊，一激动都想起来了，没听说过啊。跟你父母说啊，说哀家，这哀家呀，杂家，没听说过。我就打着过，我是个出家人，这就完了吗？我叫智障禅师。哎，这听这名字就不错。看您这生一大胖小子，是保出来我参观参观吧。参观呢？保出来，老道一瞧你，误会呀，怎么样？我这么些年没瞧见过这么好的孩子哦，因为瞧见他，我这半辈子算没白活。您看，明日里我看破红尘，要削发为尼。这什么玩意儿？这就差这么一行没去了。他来吧，嗯，孩子递过去。家里高兴啊！啊，出家人都夸这孩子了不起哦。到满月的时候啊，更行了。怎么了？你们全家亲戚都来了，得庆祝一下。尤其是你祖父于谦先生。哎，怎么那么乱呢？这个啊，于谦进了门喊于谦，抱过于谦，我看看。哎，我们家就是一绕口令。嗯，你祖父抱着你，嗯，眼泪都快下来了。那激动，这叫隔辈人呐，亲啊！哎呦，嗯，于谦儿叫我孙子。怎么那么别扭？这话怎么了？这哪儿就喊这么句孙子？辈分在这儿，对吗？这我还反驳不了你。你以为夸你呢啊？这有什么可夸我？高兴啊！观此子，嗯，哎呀，眉分八才，目若朗星，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嘿，日后必为国家栋梁之才。真是看面相必有汗脚。哎，他怎么看出来的？这是。来，举起来，用太阳光照一照，这有什么说头？老人他迷信，怎么讲？太阳光照在孩子身上，地上有人影，嗯，人影这会儿叫魂魄，哦，魂，那就代表着魂魄，哦，看看影子的深浅，也就是魂魄，看看是浓啊，是淡呢、啊，是深是浅呢、啊？有讲究，哎，越浅越好。那看看我，哎，抱起来，太阳光一照，怎么样？哟，这孩子混蛋，哎，还有好词儿没有了，哥我。什么叫混蛋呢？混很浅，你说浅不就完了吗？你啊，哪儿出了这么句混蛋呢？对不起，没上过学。日后随着你的成长，我们越来越相信这个说的太准确了。我是真混蛋呢，是怎么着？你是真是了不起啊！怎么了？方方面面都是这份的哦。啊，首先说身体好。那倒没问题，他的身体，你别看他比我大几岁，比我身体好多了。人家从小光吃奶就吃了多长时间？我这断奶，他母亲真疼他。嗯，好多人都知道，您母亲疼孩子，吃奶吃了三岁有吧？啊，我都见过，四五岁不少呢。我还见过七八岁的了。那您啊？啊，有那样的。呵，他母亲那会儿就给孩子吃。哦，一定让我孩子吃奶吃足崩了，这疼我，这对身体有好处、啊，对吗？我怕什么？多给孩子喂一顿，对不对？闲着也闲着，对吧？只要有就给孩子吃，让儿子吃饱了。
一上一下这么长着呀、啊？这个，这别扭不别扭啊？啊，这换了，翻个也不像话啊！长腿上，没听说过，这飞行员呢是怎么？米老鼠，嗯，来、哎，哎，就不用比划行不行啊？哎，给孩子喂奶，哎呦，啊、这两排呀、啊，这是，这不是猪崽儿吗？这个。就是年轻没见过是吧？这什么呀？我想可能是那样。你甭想了啊！反正吃奶吃了好长时间。嗯，吃奶上学还吃奶了吗？那么晚？上小学一年级吃奶，别的学生都带饭拿饭盒带饭。嗯，他带他妈上学去。我干嘛呀、啊？最后一排加一座，他妈在那等着。嗯、啊，上课到中午十二点铃一打铃，孩子们都出去拿那饭盒进来吃饭。嗯，他妈就过来吃饭吧。哦。嚯，行了，没听说过，吃饭、嗯、是吃饭是洗澡去了这是？他这儿拿手巾都掖好了，嗯，一手刀一手叉，哎，对，我还吃西餐的架势，那是吃奶吗？嗯、班长尝尝啊，尝，这有让人的吗？这王老师尝尝来，哎呵，校长，行了，我这人太好交朋友了，我这。身体很好，这奶都让别人吃了，我好什么？身体不错，都让出来。到今天咱们得承认于老师身体，也简单来说吧，这个人三快。怎么叫三快？吃得快，拉得快，睡得快。哎，这真好吗？你看有人说了，哎呦，站台上你还说上厕所的事，怎么这么脏？嗯、列位，人都这样，人吃五谷杂粮，有进就有出。嗯，这个说明新陈代谢好。是你再有身份再有钱，你说你能不上厕所吗？那哎呀，我趁好多钱，我特别有身份，我连厕所都不去。嗯、你是个貔貅啊！嗯，嗨，什么比喻这？是不是？这人家很正常啊，吃得快，不挑食。对啊，拿过来就都能吃啊，营养均衡，啊、拉得快，就是、这也好，新陈代谢好啊、哦。睡得快，躺下就着，睡眠好，特有规律。是早晨八点钟啊，嗯，准时排便，哎，准点的，哎，准拉，八点准拉，嗯、哦，九点准醒，哎。我拉床上每天，他不是一天两天，几十年如一日。好家伙，生活不能自理了，我这啊，身体好、嗯，而且这个人最重要一点啊，嗯，心眼儿好，哎，主要是这个，我没见过这么好的人。说良心话啊，嗯，心眼儿这份儿好，好帮助人，哦，助人为乐。举个例子啊，在北京，在德云社，嗯，演出后台说相声，这边来找来了，嗯，于老师，啊、嗯，您给帮个忙，帮什么忙？一看认识，旁边饭店的。哦，你走吧，我这就去。啊，真帮去。于老师打开自己书包，嗯，有一白大褂，穿上。我自己还戴一白大褂，有一白帽子，这是干嘛呀？戴好了，奔人家后厨，嗯，切菜，哦，包葱，跟着炒。啊，这我成，不要钱，帮忙嘛。哎，没事，好，再见。完了，回来了，摘帽子，呵，一脸的汗，脱大褂。卷好了，搁包里，这算完事儿。刚弄好，这边来人了。这干嘛？于老师受累啊，那个后边胡同孙奶奶去世了，那要我干嘛？儿子在国外回不来，哦，没有孝子不能出殡。我来这孝子，你偷走，我这就到。这活也硬，打开包，把白大褂拿出来，主要别让白大褂闲着。嗯，白帽子，嗯，这孝子是厨子，哎、嗯。包里边有自个儿做的一分儿，突！我浪吹的是怎么着？我还自个儿做一分儿为帮忙去，撑开了有这么长，折叠的，嘟回来了。哦，哎，特意到那儿哭，进门就哭。是啊，哎呀，哭得跟真的一样。嚯、啊，料理一切。嗯，哎，完事回来，摘了帽，脱白大褂，哦，卷好搁包里边。这出又完了。哎，又来了。这是于老师。啊，体育馆找您。体育馆找我什么事儿？有比赛，请您去。我还比赛，偷走，我这就去。嗯、哦，把白大褂又拿出来了。哎，对，我接活都冲白大褂接的。嗯，戴上白帽子，哦，白口罩，多一样，白手套，你瞧这就讲究了。拎着包去了。嗯、哦，体育场找他干嘛呀？就说是对吧？但是到那一进门就尊重，是吗？于大夫到，叫我大夫，拎着包进来了，很有身份。一推这门，啊，一大桌子，什么呀？于大夫吗？啊、哦。因为比赛之前都得检查兴奋剂啊，有这么一项。大桌子上一杯一杯的尿啊，那是尿检，尿检。嗯，于大夫，哦，
我捡这个。于大夫看看啊。嗯，哎，这是医德嘛。嗯，我这东西就得细致了。摘，嗯，口罩摘，干嘛还摘口罩啊你？哎，还是那么别扭、啊。端过一杯来，啊，看看颜色，还得灯照着，嗯，看看，哎，哎，等等等等，行了，不是这位都尿出茶叶来了，是怎么？这吹什么呢？这把这沫子吹着。好家伙！嗯，别客气了。Cheers！ 哎，下。哎呀，您能干得了吗？工作人员都看着啊，肃然起敬。嗯，打包里拿出一吸管来啊。哎呀，行了，一点都不糟践，很健康。这嗨，白费劲，又拿起一杯来。嗯，老有沫子。嗯，很斯文。嗯，血糖偏高，这都是运动员吗？这个。一饮而尽，哎，注意个人卫生。呵，这就别来了。嗯，我说不让你喝那沫子没有？哇，少喝不成啊？这什么？结石？好嘛！全上这儿来了，检查身体来了，是怎么着？哎呀，有点费劲。这个，哎，这有药啊！哎呀，还好，这得吃多少药啊？这个，这检查完了啊，于大夫，请到旁边那个房间。还没完呢，哎，拎着包，嗯，到这屋一推门，哦，大桌子，又是桌上都大杯的，哎，这么大杯，一溜啊。于大夫，请。我也有点犯怵。嗯，我举石锁的架势，这是。嗯，哎，行了，这，哎呦，哎，行了，行了，行了，来，要了命。这什么项目啊？赛马那马，好家伙，我全管合着，了不起啊！哎，这没什么了不起、啊，嗯，心眼好，这叫心眼好。哎，而且最重要一点，脑子好，哎，这反应快。哎呀，文武全才。嗯，在德云社后台没事就是写毛笔字，看看书。哦，书法练。哎，有观众一进门，于老师给签个字。是，别看就俩字于谦。嗯，写毛笔的，见身份。来，你们抻着那宣纸。哦，大张的，这是研墨，嗯，添笔，嗯，讲究，陈长，来写于谦，开始，哎，嘿、哎，哎，怎么着？我还有俄罗斯血统是怎么着？我这名写那么长干嘛呀？净写错，哎嗨，更不怎么样了。写字看书啊，一看书三本，三本，这摆着书啊，这摆着字典，嗯，这是怎样查字典啊？我全不会呀、啊，我这个必须三本一块儿啊！看这个，查查。哎呦，不看好不好啊？因为看书把街舞都练出来了。好家伙，净这儿哆嗦了，我这这个人挑不出毛病来，还没毛病呢。正因为您这么多的优点啊，我嫂子才瞧上了你。我媳妇儿，哟，她媳妇儿可漂亮了。嗨，她媳妇儿，嗯，哎哎，馋了是怎么着？什么毛病？你这、嗯、嗓子眼痒痒啊！单这时候啊，有人看过嫂子的采访啊、录像什么的，很漂亮。嗨，真的，实话实说啊，嗯，孔圣人说那话说的对。说什么呢？好白菜都让猪给拱了。哎呵，这是孔圣人说的吗？这长得好看，大高个儿啊，长头发哦，嗯，大眼睛
尖下科。嘿，我一看见他媳妇儿，我就想想什么，葫芦娃会来救我的。这好嘛，妖精是怎么特别可爱？嗯，而且特别疼人，他心好、啊，就有个那个嫂子那个样。是啊，多子一见我都是嗯，死鬼。你看这心里这什么话？这叫听着就哎呀，就不像嫂子似的啊！可不是不像嫂子吗？这个说这话了，能像嫂子吗？就这么疼人啊！啊，你不上家去啊？嗯，人上家吃豆腐去啊？什么吃豆腐去？这叫什么话？炒菜最好，炒麻婆豆腐、什么家常豆腐做的最好吃。上家吃豆腐去，别扭，你别瞎想啊！别瞎想啊！老嫂比母，小叔子是儿，这是老话，规规矩矩的。对，我有时也确实去，是哪能路过？哎呦，于谦的家，哎，进去吧。哦，进去。嫂子好，哎，谦哥呢？嗯，你来的正好，哎，他刚走，这是正好吗？吃饭，嗯，炒菜，做饭，嗯，好吃吗？好吃，您手艺真好。对，行，嗯，洗澡吧。嗯，什么呀？哪儿就洗澡啊？买了那冬枣，洗点枣吃。你以为呢？我以为买点苹果就得了，买什么枣啊？别胡思乱想了啊！嫂夫人不会有离格的地方，是吧？人家这个身份在那儿，是人家里边是做官的人呢，对，当官，书香门第，宦官之后，宦官之后，那是太监，那是。叫什么？官宦之后。官宦之后。对。哎，嫂子她父亲是蒙古国的海军司令。那有海吗？就海军司令。总统说了啊，什么时候找着水，当时就上任。这好。我说老头闲一辈子呢。也没闲一辈子啊，六七个孩子呢啊、那净生孩子了。四个儿子俩姑娘。哦。四个大舅子。是。魔力青魔力红魔力瘦魔力海。哎好。四大护法都是我们家。挺好啊，嗯，俩姑娘。嗯，大的是他媳妇儿，是好，真好，两口子感情也非常的好。嗯，咱实话实说啊，我瞧见这么多人了，这是让我肃然起敬的，是吧？包括就是我们大伙儿都帮着，嫂子要孩子是吧？大伙儿帮着要孩子，你这话怎么那么别扭？他这个人玩心大啊。后来我们大伙儿都帮着劝他，你这岁数赶紧要孩子吧。啊，劝了。这后来有孩子，包括到生孩子，嗯，在医院里面都陪着他。啊、嫂子跟那手术室里边。啊。就在里面啊呜哇呀呀呀呀呀老虎啊是怎么着我不懂你别叫啊里边就又哭又闹的啊他在外边眼泪哗哗的我心疼啊我就挨着他坐了我就揽着他、啊、别这样嗯、啊、一定能好没问题很顺利是就看他那个心情我就哎呦我很佩服他难受就是两口子感情真好是啊这外边哭的都不行了嗯大夫出来了嗯、啊、于老师别哭是生孩子挺疼的但现在高科技了什么高科技我们有一种针嗯这个针呢给这孩子他爸爸打上打完之后呢这个疼痛转移孕妇不疼孩子他爸爸疼哎这好啊你这刚说完他把袖子拿上、啊、给我打是是是我揽着他这胳膊、啊、我说你想去我想什么来打嗯打完针哎母子平安很顺利哦嫂子也不疼好没把我疼死啊你疼啊心疼啊你心疼有你什么事心疼啊嗯到现在这孩子非常可爱是大伙都认识于老师的儿子是嗯好你们这样让我情何以堪这去您要不说、我们经常在节目里开玩笑、说谦儿哥的儿子叫郭小宝 啊我正式的说一声这个就算没我的事儿啊就算没你事儿你还不如不说呢这你人叫什么说姓于姓于你看说拿走就拿走对吗可不是说呢这我儿子可不是我对呀对呀就冲你那疼他的方法、嗯、谁瞧都得说这是亲父子那你看得出来哎呦爷俩呀我也没见过这样人可能岁数大了见孩子就这样是吗啊又跟孩子玩的天天什么都不干了啊就哄儿子玩喜欢爷俩在屋里追着跑啊儿子一跑又一身汗、嗯、衣服全脱一丝不挂哦他能配合孩子也脱了我也屋里光着了啊，爷俩光着、啊，我赶上过，是吗？一开门，呼啊，撞山了，什么撞山了？哪儿有山呢？就撞山了，是吧？撞山了啊！嗯、啊，反正挺好，就有一点，嗯，不能出门演出了。怎么？一说要走，上哪儿去？三天五天，这儿当时眼泪就得下来。哎，舍不得孩子，舍不得孩子呀。嗯，啊，孩子也想他。嗯，倒是有办法。干嘛？家里有那个 iPad， 嗯、啊，传一张于谦的黑白照片。他干什么用啊他儿子只要一想他小香炉点三根香抱着也坐那哭哎呀多惨那么啊他好、嗯、他在外边
每隔一个钟头，嗯，准打一电话，联系一下，给儿子打电话。嗯，你猜猜我是谁呀？对呀，爸爸也想你啊，再有两天我就回去了，多好啊，老这出，一个钟头一个，你猜猜我是谁呀？哦，还猜，哄孩子玩。嗯，那天出事了，嗯，上厕所拿手机，嗯，哟，手机掉下去了，哟，那蹲科，啊，正卡在口那儿，哟，那赶紧捡啊，刚要捡，嗯，来一短信，嗡下去了，哎嗨，怎么那么寸呢？他这事儿。打厕所出来哭的都不行了、啊、手机掉了，跟儿子联系不上了，坐定撒泼呀，我还小点儿，我一后台好几十人也不敢劝，找我去了，您赶紧赶紧劝劝、嗯、我说你怎么了，我手机丢了，要了命了，我说你再买一个去，哎，对，哎，完了，这太好劝了，这个一会儿买回来了，嗯，新的新的 iPhone 55啊，哪有啊，乔布斯的亲家研究的，这好嘛，亲家都做手机，给儿子打一电话，联系联系，喂，嗯，你猜猜我是谁，还猜，孩子说你是谁呀、啊、哎，你看这一个钟头没打电话就想不起来了，嗯，问你一个问题，嗯，妈妈晚上跟谁睡觉啊，啊，王叔叔，去你的吧。